美女，我的闺蜜们都是美女。听得到说话吗？听得到，网速很好的。西瓜不在 KTV， 西瓜在酒吧。帮我告诉六六吧，我27岁的生日愿望是能拥有他的粉钻。¡Gracias!
已经点完了，老王。不是，酒吧还没开场呢，还不如让雪飞来呢，今天跟他一起玩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都没了，别要。
Yeah.
Oh,
节的名字就好。我喊了一个选择来，但是还没下班。
心跳，全场，Give me love，全场。
水抽干。
我还是没有粉钻。Hey!
只有你们能唱得上去。这是现在。
这怎么解啊？你让别人给你解。
Thank you.
自己去想，自由沟通的世界啊，无所谓啊，开心就行，大不了做朋友。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晚上到底有多少能脱单的朋友啊？脱单几率低的都是不太会玩的男孩，我要站起来大胆一点，成不了女朋友可以成朋友，我再给你们开上电视，走出你第一步开始认识单身的女孩。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聊。
动起来，喂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唱一首歌，一起来。哦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，宝贝，大点声，宝贝，宝贝。OK，Action，再来一次。你永远是我的宝贝，宝贝，宝贝。听不见。送给所有能互动的朋友，来，朋友朋友，走出你的卡座，到中间集合，我们要起飞了。我要你们
Yeah. 这点太就好了。Six.
那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喜欢 hip hop 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，来身体点动 ，Come on， 谢谢。肉伤听见没？肉伤。